姜维是著名的科举大师，伊心地善良，性格刚烈，是人民眼中智勇双全、为民除害的英雄。而且伊原本也是一个才高八斗、博读诗书又英俊潇洒的美男子，却被意外费用成了丑八怪，遭受奸臣刁难，所以选择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，葬送了性命。但姜维也因为那雄怀的外表，连鬼怪看到拢恐怕，于是摇身一变，成了这才恶鬼、驱邪斩妖的专家，发展出跳姜维的民俗活动。同时，世人相信姜维金毛罗丝，又充满正气的外貌，可以威吓鬼怪进不了家门，就将姜维视为猛神，并且在画作上搭配蝙蝠、蝶蜘蛛，予以喜诛束缚，传达出人民美好的愿望。姜维也成为百姓心目中的万应之神。众神在民间，故事代代传，欢迎收看《封神榜·神之传说》姜维的故事。上一集咱讲到姜维希望母亲会当无遗憾离开人间，就叫令狐神甲郑世神做伙去游览终南山的准备，伊要让母亲用解上解舒适的方式完成这次的旅游。当时姜维嘛真积极伫咧探听杜平的下落，奇怪的是阴阳两界拢找无这个人，姜维实在想无，哪会安尼？归工了后，姜维甲小麦伫门口埕咧整理花草，小麦听到一阵鸟仔叫声，伊仰头一看，有一群鸟仔亲像受到真大的惊吓，同款乌白咧乱飞。小麦看到这种的情形，偷偷啊笑一下，一个啊嘴啊翘嘟嘟，亲像伫咧生气。姜维伫边啊看伫眼内，伊知影是杜平来啊。伊甲小麦讲有重要的代志要甲杜平参详，叫小麦先入去房间好好啊照顾阿娘。姜维交代完毕后，便头也无回，快步走出家门。梅乡的雷心众人有千百个无愿意，也因为中兄如父讲的话未当无听，只能乖乖配合。然而，伊心内始终喵喵的，真正作想要甲杜平见面，想听一个兄哥甲杜平讲我什么。敢会甲伊的婚事有关系吗？如果是的话，为何未当予伊听到呢？梅香想甲心烦意乱，根本无办法好好专心做代志。最后，伊再也管不住家己的好奇心，干脆等落手边的工课，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溜出家门，探听这两个查甫人究竟在创什么。结果，梅香才拄行出去，转一个弯，便看到姜维甲杜平面对面的外腿坐伫一块大岩石上。梅香就放慢脚步，小心翼翼地坐到岩石后面的树篮内眯起来，偷听两人的对话。梅香听到姜维反复地质问杜平说：“你明明是喜欢阮小妹。”那为何要避着伊，唔肯娶伊为妻呢？杜平起初沉默不语，目头深锁，一副心思重重的模样。后来总算开嘴了，却溢出惊人的表示：我原来唔是人类，是精灵。虽然现在是啊，但我也是未使娶梅香。杜平的语气坚定，双眼注视着姜维，无半点分生笑的模样。
美才暗自的梅香听了非常震惊，怀疑家己是毋是咧做梦。可是立伫当空，又听到一粒心砰砰跳到袂停，伊赶紧一手持条胸坎，一手按着嘴，唔敢发出声。张贵刚反着惊，官府的闹闹自语讲：无可能。杜平则是唱唱经，故作轻松的回答：怎样无可能？我每次来领导，鸟只拢会惊到乱飞，这就是上好的照顾。张贵于是激起面腔，爱杜平将话讲清楚。杜平便缓缓地讲着：“我实际上是汉宣帝官差来的释良图修炼行者。释良图原先是天庭的神奇宝物，只需要一点点啊，就会当天中升千兆万倍，达十分坚固，会当阻挡水流。所以在大雾滴水时，曾经派上用场。”发挥极大的作用，小龙图也因此遗留在人间。之后，汉宣帝在棺木内放了小龙图作为防腐剂。小龙图原本就有灵性，这下又吸收了辟书观察的精气，变成了精灵，甚至幻化出人形。一个是我，一个便是杜水。完成向往凡人的生活，就将观察的目的结合土字用刀，这个姓氏替家己取名，并且用兄弟的名义认了一位客伯，正是德叔杜大寿，这次改做姓氏辅助三人，过着如同普通人家的日子，撇免真实的身份暴露。但是杜大寿的脾气相当古怪，而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天生甲杜水未对盘，两个人时常斗嘴。杜大寿也会用法术恶整道行克格杜水，杜水无法忍受，发了一顿脾气后，便转去杜陵投靠白翠秋大王。事后拄到熟悉的人问起杜水去了倒位，我甲杜大寿一律宣称伊已经死啊，省得有人找麻烦。杜平表示，白手就大王有办法让伊变成真正的人，就问伊讲，敢有愿意要合作？杜平无法度拒绝，就答应白手就大王，帮伊找一个缘投体力够好的少年人。将伊拐来墓园，予白手手大王吸伊的精血。无想到白手手大王看嫁的人是张贵，这嘛是当年杜平的刻画像，来找张贵，故意甲张贵做朋友，也约定要做伙出去耍真正的目的。可是经过几天的相处，杜平发现张贵是一个正人君子。伊是真心诚意甲家己交朋友，所以不忍心将伊杀向花客，才会临时加破病，互旅游去袂成。无想到最后也是害张贵被废了。张贵听到这答，脸上的表情已经变得相当愤怒。迄眼神仿佛一支锐利的刀。令杀人已无形，让杜平不得不撇过头，撇开张贵的目光，继续说：“我看到你也活咧，为杜陵回来时，确实惊了一大跳。想讲你怎样无死？白翠秋大王为什么会对你手下留情？我唔知影内幕，就假作无熟悉你。”无想惹上麻烦，岂料你居然会伫李老板的锅爪店内昏倒，予我无办法袖手旁观。后来我为你的术士中推测到，你八成大有天命，才会予白翠秋大王唔敢轻易的杀了你。这个猜测
一直爱等到你往生后，我回去到南五台，多大修利用天眼通教我讲，你确实是天魁星投胎转世，专门来人间夜鬼驱邪的，这才得到了证实。可是白翠秋大王虽然下不了手除掉你，对你又非常忌惮，便想了一个主意，将你毁容。因为伊料定你毁容以后，依照你的个性，肯定无愿意再抛头露面，会找一个所在温居。如此一来，白翠秋大王甲你之间会永远井水不犯河水，伊就会当毫无顾忌的持续为非作歹。连你白翠秋大王千算万算拢无算到，我看到你落寞的模样后，感觉十分愧疚，便甲伊彻底断绝往来，同时鼓励你重新振作起来。你也真正的做到了。然后伫皇宫内，你又甲杨国忠发生口角争执，也在冲动下断送了性命，完全打乱了白翠秋大王的盘算。作为我在金銮殿外揽住你的尸体时，身上沾染着你的鲜血，结果让我从此成了名副其实的人类。多大修也未阁反对我将梅香带返去厝，但我自然对不起你，也无面阁见着梅香。毕竟当初那毋是我刻意接近你，因有你去多年，又怎样会引发后续的一连串代志？我认为家己会当做的，只有弥补下罪。所以我为多大秀的口中知影甘希虎的真面目后，马上下批予你，让你抓住甘希虎，受到现状的切封。我知影你返乡后，又决定亲自上门来说明这一切，我无奢望会得到你的原谅，只求问心无愧。张奎有一只哑伯，专门替伊查探消息，帮助伊抓鬼顺顺利利。因为蝙蝠的蝠加福气的福同音，所以猫为大家带来福气的意思。精彩的节目需要咱大家做伙来扶持。透过风行榜神之传说张奎的节目，让咱更加了解诸神转化的历程。请扶持节目制作经费，划拨号码42274784，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清楚代志的真相了后，张奎的情绪真激动，伊气甲面啊涨红红。目睭出花金青，全身躯一直喘。伊做梦嘛想袂到，真心真意当作亲兄弟对待杜平，竟然甲白手手大王是共同的，是陷害伊的冤仇人之一啦。张奎拿出阴阳剑对准杜平，杜平本来就是抱着温氏的决心来下罪，伊跪伫张奎的面头前。先磕一个头，伊讲：我甲温总这么多年的秘密全部拢啊讲出来，即马我的心情轻松真多，未搁再有挂碍啊！张奎兄，我真对不起你，请你一刀将我剁死，小弟绝对无半句怨言啦。杜平的面相。毫无畏惧，揢着双眼，心甘情愿地准备受死。张奎也拿管阴阳剑，正准备一剑扑落去时，突然天外飞来一粒石头，就这样不偏不倚地拄好拍着张奎的手腕，改变了势力的方向，让阴阳剑为杜平的头上划过去。尽管卸掉了几支头毛，性命却安然无恙。下一刻，一个娇小的身影
挡伫张奎甲杜平的中央，摊开双手讲：“请大兄看在我的份上，放过杜平，了了伊一命。况且先出了我的命，卡讲。”讲话的人是梅香，张奎看到伊既然会无顾二十多年的兄妹情，帮着外人求情，更是气甲跳脚。愤怒的爱梅香赶紧闪开，杜平同款叫梅香赶紧离开，卖担遮多管闲事，也讲家己是罪有应得，无值得同情。可是梅香半步也唔肯退让，甚至全身安安的揽住杜平，哭着讲：“这是我的心上人，我无介意伊是人是鬼。”是妖怪，又是精灵。我只想甲伊同甘共苦，同生共死。伊确实做错了事，不过伊有咧忏悔，已经迷途知返了。这样也得不到大兄原谅的话，我也无话可讲。但如此一来，你还失去我这个小妹，要命！张奎愈听愈生气。忍不住就骂梅香：“臭阿头，你和爱情抢昏头，分不清是非就算了，为什么也要将娘牵涉入来？你以为有娘做当箭牌，我就会提一蕊肉，刻一蕊肉，无当作一回事啊吗？你卖痴人说梦了！我现在就明白的跟你讲，这是无可能的。”你想要赶紧死了这条心。梅香听完张奎的话，心肝内已经有发生啊。伊对张奎讲：“我这无用阿娘来做借口，是你气甲糊涂啊，未记阿娘的心愿。阿娘的心愿就是看到我幸福嫁予伊阿的人。即马你将杜平甲台死，也爱我嫁予无喜欢的人。”你安尼做，我会欢喜吗？我无欢喜，阿娘就无可能无挂碍离开人间啦。你安尼算是有效吗？张奎问小麦有啥物拍算，小麦甲伊回答：代志已经安尼啊，至少爱互我先嫁予杜平，完成阿娘的心愿，才阁讲。以后不管你爱我，要安怎甲我生肖。要安怎听我杜平，我拢无意见。我会甲杜平做伙承担这个责任，行这个罪孽。我会安尼做，是希望安慰大兄心肝内悲伤，嘛消除伊心中的仇恨。梅香明明是女离心，可是讲出嘴的话。慷慨激昂，甲男子汉大丈夫相比，一点啊也不逊色。何道平听了非常动容，目眶拢淡了。张奎那被大虎手砍掉的嘴角，也不由自主的微微抽动了几下。心想，原拢不愧是同一个爸母生，个性同款倔强刚烈。我该提这个小妹怎样办才好？张奎看了杜平一眼，内心不敢高兴，想讲：家己如今虽然是兵贵台湾水了，那又如何？这副精灵丑陋的外貌是杜平造成的，让家己在人间时失去了娶某生子的平凡快乐，失去了功成名就的荣耀。得到的只有痛苦和体谅，出手不报，伊吞不落这口气。这个披着蓝皮、四处作乱的鬼怪无毒，伊也算是驱邪判官，兵贵台湾衰吗？但梅香讲的话有道理，伊又袂当无考虑。杜平看出张贵的刁毒，便杀开梅香。起心破滚水，自从我认识张贵兄，甲恁一家交往之后，
我才真正感受到人情的温暖。尤其是张伯伯过去对我的关爱，那是我作为人类最难忘的记忆之一。所以为了伯伯，咱不如来演一出戏，在伯伯去世的前三日，举行一场闹闹热热的婚礼。当然，我不是真正要甲梅香拜堂成亲，我会事先租下一间客栈，将梅香安排伫迄搭。林子耀敲锣广告的，跟着花轿出门，制作出假象即可。事后将几兄要抬要挂，小弟临兵处置，这样一来，等梅香归零时，都还是八秒寿终正寝之日。到时候伊老人家无看到我的话，上济也是问两句啊。恁便推脱讲我有急事，因此去行城了，伊便会当安心的去上目睭，视力无含了。注意梅香，伊无教我正式拜堂成亲，夫妻关系自然无成立。伊依然是黄花闺女，日后甲谢人订立婚约，拢甲我无关，未妨害着伊的终身幸福。张奎听完，感觉这个办法会当，就点头答应。但是梅香拒绝了，伊讲家己这世人除了毒品，一向拢不爱嫁。梅香的抗议无效，张奎甲毒品唔管伊的想法。两个人真认真伫咧参详这场戏，要哪演才演得成，互母亲袂起疑心，欢喜去伊该去的所在。梅香知影家己讲啥物拢无效啊，干脆就配合大家来搬戏。伊伫咧计划要安怎假戏真做，上介好是青米煮成食饭，安尼就算天公伯啊出面嘛无法度。改变事实啦！这场戏会安怎演落去呢？今仔个故事，咱就讲到这。感谢你的收看，请继续收看《风神榜神之传说》张奎的故事。咱下回再见。看精华，听重点，一起来聊张奎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佩晨。谭慧给女儿的嫁妆不但齐全，还全部都是用最好的。从精致的头饰、耳环到手镯，和一对鸳鸯戏水的玉佩，从有着精美刺绣的斗篷、罗裙到绣花鞋，还有床单、棉被、绣花枕头以及锅碗瓢盆，可说是应有尽有。只差房子和花园搬不动、抬不走，要不然他真的会拿来当梅香的陪嫁品。梅香的陪嫁品堆成了一座小山，即使发动全村的小伙子帮忙运送到南舞台，都不见得能在一天之内完成。这下该怎么办才好呢？好在钟馗突然想到，自己的手上握有300名阴兵，只要出动他们，到时候别说是嫁妆，哪怕是整个钟家大院，同样能不费吹灰之力的运送过去。林立神拍着胸脯，自信满满地说：不是我要往自己的脸上贴金，而是我一向有鬼哭第一外交大臣的美名，长安周围的帝王陵墓我都有所往来，非常的熟悉。比如说守卫秦始皇陵墓的禁军首领陶将军，正是我的拜堂兄弟，所以不够的马匹我可以去跟他借，保证要多少有多少。小兵跑回来回报，林立神没有返回杜陵，他是在半路上借机溜走了，消失了好一阵子。等他再度现身，身后居然多了大约400名的人马，这些人个个头戴钢盔，身穿铁甲，有的手持长枪，有的手拿大刀，还有人身上别着弓箭，每一个都身材高大，训练有素，和那群乌合之众的阴兵相比，
一看就知道差了108000里远。感谢您今天的收看，三分钟聊钟馗，我们下次再见。菩萨心佛拢显化，玉皇大帝在天顶，地间诸恶护众生，众生显化在民间，故事精彩代代传，好请众生来保庇，奉行本上帝神威。上界讲义气，义出高明是大道公，在神也叫做着光明，文在神有义感甲方便，为明八方是上帝公，八仙过海变神通，三清道祖是教主，主管三界化万物。爱吃甜，你是上心爱拜祭，两手菩萨有两经，文武相传大汉拢会通，寒山拾着真好合，亲像白镜古未相当，三太子你落车骑风火轮，伊上解怕你落骨都大大，我欢喜什么拢唔惊，先风也像落叠算盘，做做歹伊谁知影，车脚大仙人望山，世间代志搁要定当，土海人谁爱拜妈祖，想好伊人平安免烦恼，临走地府有阎罗王，若是做歹伊头一个知，放空不通要心来做派，脚踏实地求众亲来保庇，予你无烦无恼。